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150,000同时在线，那目前已经到达了180,000同时在线，而且人数还在继续成长中，那会员人数也超过了100,000。那我很高兴今天正式的宣布，我们把中华英雄 online 授权给搜狐畅游。那这款游戏的授权，在授权金的部分超过了我们之前最高的记录的数倍之多。我想这中华英雄的授权是我们中华网龙一个新的里程碑。其实回忆起来，我们获得中华英雄在中国大陆的独家授权运营的这个权利呢，确实是经过了一场浴血奋战，非常非常的艰难。在大陆所有的知名的运营公司全体出动，要夺取这个中华英雄这款游戏的运营权。我们非常荣幸，就是最后是赢得了这个独家的运营权，同时也非常感谢中华网龙对搜狐畅游的信任。就像我们的这个起宝计划所说的，我们代理游戏，我们去起宝，我们就是把代理来的游戏要当成自己的宝贝一样来对待。所以这次呢，不仅是在这个游戏的版权金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财力，同时我相信在我们真正开始运营的时候，我们会投入更大的财力和能力来支持这个游戏的上线。掌声鼓励。